你知唔知咩叫噔噔噔噔噔噔咧？嘉欣哥，你又嚟啊？系啊，我又嚟啦。好嘢，嘉欣哥又嚟啊！噔噔噔噔噔噔。你中意咪攞去咯，你真系唔使客气噃。我喺《西游伏妖篇》里边演一个唐僧嘅师傅，咁啊，廿年前我一个凡人，廿年之后我一个神仙。將一個終身成就獎咧，就頒俾唐僧嘅。啊，的確係實至名歸。有西遊，梗係啦，有咁好玩呢件事，同埋有好多外傳啊、前傳啊、後傳啊，所有嘢都未經歷。所以今次咧，我第二次聲演西遊嘅唐僧啦。今次咧就加埋吳亦凡個樣咧，好小朋友得嚟，仲有就係好火爆。美人魚啊，個頭係魚下底嘅人，美人魚啊！其實咧，今次係第二次同周生合作，咁啊，上次係美人魚啦。今次嘅孫悟空其實同以前都有啲唔同。妒忌，同我收聲啊！佢同師傅嘅關係就冇以前咁千依百順。手可打斷你啊，斷咗啊！我睇你仲魚咩來，神咩掌？師傅。你企咗喺度幾耐？放心，我咩都聽唔到。豬八戒呢個角色咧，就佢係一個好識嘅撲街嚟嘅，咁所以咧，佢講嘅嘢咧都好市井啦。第一，第二就係都好鹹濕下嘅，同我本身個性格就哇，我覺得係一個挑戰。沙僧係個咩人咧？沙僧有一個戇居居。聽你咁講，唔係辦法喎。不如做瓜佢啦！好忠心，成日目無表情嘅角色嚟嘅。點演繹佢呢？因為佢成日都目無表情，個樣咧又好醜怪嘅。我唯獨呢樣嘢似我啦，我諗。上世紀嘅1994年，《西遊記》相隔22年啦，我哋大家都升咗成神級啦。周星馳加徐克喎，冇得輸嘅喎呢件事。呢兩個名咧，我本人覺得已經響過西遊啦。咁佢哋兩個係玩西遊咯。今次我諗《西遊伏妖篇》，祝大家一笑發財。今日約定你